说昨天施南生在法国驻香港领事馆接受了法国艺术与文学军官勋章，林青霞携带三个女儿前来祝贺，风采丝毫不减当年，被亭亭玉立的女儿们包围。想必林大美女面对呼声不断的付出而不痛下决心，大家此刻一定知道答案了吧？有什么比享受天伦还重要的呢？说10月28号到11月3号，第四届中国西安国际民间影像节国际影像嘉年华系列活动将在西安盛大启航。昨晚，影像节12项单元大奖一一揭晓，共100万奖金，激励扶持青年大众的影视梦想。